一个羊驼插件 2.91 的版本，这个版本它解决的问题就是之前扩展的问题。像我们用 PS 智能扩展用不了，因为那个需要官方付费还限时速，所以我们一般都用羊驼这个插件来免费插件来控制这个扩展平替 PS。 之前版本扩展的话会出现很明显的这个色差，就是融合度极差。 2.91 这个版本已经解决了，是目前最新版。这个下载链接我分享在笔记里，自己可以下载。这个最新版本已经解决了，比如说 2.9 它也还没解决色差的问题， 2.8 那就更没解决。所以 2.9 这个还是很厉害，直接解决了这个扩展的问题。扩展的话要点这个啊，它这有几个按钮，其实不需要翻译成汉化。第一个就是纹身图，第二个就是草稿生图，第三个是生成细节或者改变风格都可以。第四个这个就是扩展画面。第五个这个是把尺寸变大 ,AI 智能放大。最后一个是生成深度图。所以其实就没有个功能，所以一般都不需要去汉化，太麻烦，因为它更新比较快。像这样子，它这有个功能就是可以只生成透明区域或者不选择默认，就是管它透明还是不透明，它会根据你所选的位置进行融合，最好就默认就行了，怎么方便怎么来，看需要。有些情况可能需要我只生成透明部分或者什么的，这个操作就很简单了，就是一个选区，然后点一下生成即可。记住 2.91 的版本才能达到这个效果，其他版本都不行。目前最新版本就是 2.91， 做到真正平替 PS 那个 AI 生成扩展的功能。其实那个付费版本大家用的也就这个功能。看它这个生成的效果，当然这个画面有点问题，乱七八糟的，它生成了一朵花啊什么。哎，这个还是有明显的分界线，再生成一下。可能我框的太多。哦，因为提示词，把这提示词去掉，然后点击生成。不然画面就是刚才那个画框，因为提示词的原因。不用提示词，扩展画面就按它全自动就好。这个插件的好处就是免费，而且无限制，也没积分什么，就是随便用。这样子就解决了那个新版 PS 那个功能又要收费又要积分，收费还不是随便用，还有积分限制，太等下我会介绍怎么安装了，还有它的其他功能。像这个基本上就完美的还原了这个画面，随便挑一张，自己总共会生成4张，挑一张自己满意的。这个效果它中间就没有了那个叫什么明显的接缝啊什么的，就很完美。所以这个版本 OK。接着介绍怎么安装。安装其实很简单，就是打开你那程序安装的位置，它会有一个插件的文件夹，就是这个文件夹，你把我解压出来的那个文件夹直接整个丢进来就可以了，就在这丢进来之后，你打开 Photoshop， 如果它不显示窗口的话，你可以在这滤镜里边这个叫什么增效工具里边会有一个羊驼的这个英文，打开就显示这个面板，
然后它其他功能我就简单介绍，比方说这草图，草图生成啊什么的，细化，比方这只随便画两两笔的插画草稿，重新生成一下，它就变得有细节，有眼睛，画得很精细，就是这种升级的过程吧，优化升级的过程。还有参考的结构也是一个 3D 大概结构，然后通过这个草图生成，它就会加提示词，就会生成出你需要的，就比较准确的一个定位。这个是涂鸦生成，也是草图生成，其实一样。最后这个是变换细节，就是第三个那个功能，就会把你的细节那个提示词去变换，但是画面基本上保持你那个效果位置。还有生成想法、生成贴图啊，这边都有。这其他功能不经常用，所以我就简单的介绍。扩展场景就我刚才用的，变化厌世就是第三个，也是那个叫什么增加细节的那个功能。变换细节，就画面基本不动，但是根据提示词把一些细节改变，比如变换一下风格啊什么的，其他自己研究就可以了。